我们很多的球迷在现场，你们都知道郭艾伦有很多的这个称谓，刚才你们都提到了，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，叫蓝坛歌神。哦，想不想在现场听一下？你是想以为是孙话筒呢吗？是好麦克了，这个你是想唱什么歌呢？我们都听过你唱那首《再见》，非常好。行，没事。专业，哎呦，我不想站这儿，太矮了。想听哪个呀？听哪个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他们是想听啊，凸显自我，然后再见，是吧？没有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因为我们今天呢，无论是两家还是我们的这个宋家还是郭家，都接到了好多祝福。对，你也代表两家回馈一下大家，好不好？梁老师说吧。哎呦，梁老师说唱哪首？一家姓郭，一家姓宋，我都想让你唱郭宋的歌了，怕你不会。那就这样吧，因为大家已经在网上听了您那首《再见》了，你就唱一唱伍佰这个《突然间的自我》，好吧？好